咱的社会都无钱人的控制。
这么他应该拆掉呢。不要了，双方不是哭泣还蛮好看的。真的应该拆掉是核电厂。涨价好几亿元，真的太没道理了。所以等一下，渤海美丽湾大家喊猜猜猜，渤海核电厂大家喊猜猜猜，好不好？好。美丽湾猜猜猜，核电厂猜猜猜，美丽湾猜猜猜，核电厂猜猜猜，美丽湾猜猜猜，核电厂猜猜猜，美丽湾猜猜猜，核电厂猜猜猜。你们的心声上天一定会听到，是谁？